主席，好消息！张兰、张北老被营救了，上海解放了。很好，主席真是举重若轻啊！要形容上海这场从军事到政治的全面胜利，不连发四声感叹，不足以表达我此刻的喜悦之情啊！不入民宅的严令，在上海各界产生了强烈的反响，获得一致好评。好啊。 上海市政府马上就要挂牌了，你把这四个很好发给陈毅做贺电。好啊，他一定非常高兴。